我觉得筋膜枪可以，我们先不要这么，我们先缓和一点，我们先缓和一点，冷静一点好不好？冷静一点，可以好不好？放手不会痛。你干嘛？有吗？有 feel 吗？你就压着是这样，36下。我到底看了什么？其实蛮舒服的，是你按完手指就不会酸的。你为什么要让自己手指这么酸？对，去除淋巴。这真的可以卸甲回胸肩颈松，对，我是赵子龙上战场从不卸甲，真的舒服。各位我跟你讲，我要分享是说，你如果按这样子啊，它还是有成功，但它比较偏外在一点，外在对吧？没有深层就对了，对，这个很深层，这个真的超深层。哪个深层？这边尖的可能会有，你可以试一下，我想知道你试的感觉。对，等一下我先。好坏，你们好坏。不过你一开始要用比较低的哦。我先他现在可以了，现在一下可以通啦，可以用重音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的右手，他手臂真的，真的，还有螺丝要不要把我装一下？对，这有6段强度，而且它有重压，它重压是更感觉很痛，蛮深入的。好害怕！你调对落了吗？调到六，你用小字啊，小字都没感觉，就底外感觉。你这个底外，你要找一个没有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重一点的。哦，有病惨哦！不是，你知道我按这边哦，往外一点点，它是针对这一块哎。笑死！真的啦，你来看看，你用这个吧。他就说他口味太大，你要用不会痛，当然不会痛。它不痛就没有用，这样才有感觉。感觉就很痛吗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很刺激。你要一次就用这么刺激的吗？不要，你帮我用圆头。还挑嘞，尖的感觉很可怕，真的很深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很深。各位，849一组，有50哦，799。我先确认一下，你这边会痛吗？你这样会痛吗？我按2000哎，现在还好，你手放松，手放松。那你右手会怎么？我看一下，一般来说都是右手。有可能左手没有常在动的人，左手会比较痛。是哦，是这样。是怎样？什么是怎样？可以飞起来了。我觉得这圆的还可以忍受，可以忍受是吧？对对对，好好，姐姐，你拍照，你拍照。感觉筋很可怕。我直接给你开到6。不行吧？加强，人家说渐进式加强。是这五。要渐进式哎。真的很大吧？真的很深。那肩头板要冷吗？对啊，因为太深入了，人家忍不住就敲你一拳。对啊，这真的会，你自己按自己敲自己一拳。可是老，不过我们老实讲，他刚才这样硬按之后，你真的好像舒缓了不少哦。对对，你们真的哦，肩颈真的舒缓，真的。可是我跟你讲，真的这边整条，你回去哦，你把那气节按到不痛为止。